们在巅峰极限离谱操作，这么撞到瓜子都撞傻了，怎么一点事都没有啊？到底怎么回事？让我们看看今天的粉丝投稿。看得出她是公主，好家伙，全场跳跃，即刻面壁纸上眼，把别人都给笑晕了。别人都是瞎小丑，而你，我的朋友，才是真小丑。本来是一局平平无奇的巅峰赛，但是当我遇到了这个蛋糕，这么难的无敌点位都没你们找到了，杨师傅忙活了半天，最终一无所获，真的是非要不可吗？难道他就不能换一个？他可真是个当一爱人呀！从小到我还是希望你有点分寸感。我说小豆，你怎么干这样的事儿？头一次见到这样没有分寸感的小豆，真的是有点太暧昧。这么甜的你们一讲，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啊？占有欲发作了，把你们的朋友都给我玩。说他运气好，他被这样对待；说不好，他还活着，这是够倒霉的。要是能一直这么卡着，也算是个无敌点位了。你们说是不是？